其中就有一个外国朋友或什么之类的，或者是有朋友是喜欢听英文歌的，是是是，所以我们送上一首很经典，其实这首歌也不算新歌啦，但就是对，这个大家应该都听过，应该都听过，对，来。有流汗吗？刚刚那个很激动的那一位，律动感很好，那有流汗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。他人不见了，是不是？好快哦，怎么瞬间就？我觉得台下的观众朋友有时候真的很可爱，就是很怕，就是全场安静的时候把 focus 放他身上。真的，我可以理解那种。可以可以。好，所以我不为难你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接下来呢，大家有看到我们台上，其实除了我们两个之外，后面还有两位辛苦的乐手老师，请给他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好吗 ？OK。接下来 ，OK， 好，只有一位摇手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接下来是他的事啊，他的工作。好了，我们下去休息了。啊，最后一首歌曲呢，我。